对 ，Winball。Winball。那今年他叫做 Z。那我们一个意象，就是说把一个抽象的一个形体，把它像很象形化。啊，所以我们原本的概念是一个流动的感觉。那我们这次是用那个沙模铸造的一个方式，是把它沙模是吧？沙模对，沙子的沙，模具模具的模做过。所以它你可以看到它这个就是它的半成品，这边它的部件是部件，它总共有五个部件所构成的。对，然后你可以看到它每一款的厚度啊，还有它的表面的细致啊，会有点都是独一无二的。那每一款这个立抛来讲的话，它总共是40公斤重，这么重，你可以掂掂看，重。哇，一只手不太行，算了。对，哦，它这个是刚打磨出来的，还没有抛光，它就这样，所以你会看到它有一些细孔，就是表面还没有处理，表面还没有处理，所以那个是抛过光，这个是抛过光，上过漆。那还没上漆前就是银色哦，所以其实是有两个款式，两个款式。我可以去近一点，行。我们这一款立抛啊，你从每个角度看的话，它感觉都是不一样。象形的一些艺术品，类似我们像我们地方的那我们希望说，我们的电脑也不是只是电脑，对，也是一个艺术品。对，还有呢？大概是这样。那这个是915，它是第一款的，我们最新的 Pro Tower 的一个机种。它有个特色，就是它上盖的话，它是可以做升降，就只要是可以增加它的一个排风量。然后它前面的话是无螺丝的，哦，用手旋就可以把它拆下来。然后前方它支援3颗14公分的风扇。然后侧边也是一样，无螺丝是拆卸。这个前面这个往前之后，它就可以卸下来，然后就可以这样打开。我们其实之前玻璃有时候都不小心会弄破，弄破是吧？它这个就是有个卡榫，哦，它其实是不会掉下来。那我们这玻璃是3mm厚的一个厚度。其实这种箱子的问题，就是特别是玻璃箱啊，对，这个玻璃真的有碎过，是，对，所以很容易碎，它就是那种。比如说你如果是四个钉子这样固定的方式呢，万一哪个角度或者是哪个压的力度比较重，对，然后它就容易破掉了。所以我们的303跟101系列，其实我们都有做上下边条。其实这种方式是最好的，这种固定方式就比较好，可以把它的那个其实强化玻璃最怕的就是四个角，我们可以把四个角做强化，就比较不容易碎掉。还有是不是那个 A1？ 这是 A1 嘛，对 A1。在这之前，它这个是103。103，对，它是101的一个新的一个版本，它去上面有做一些条纹的一个印刷，知道？它是对称式的，主要是这个条纹。那侧边的话，它是支援侧发光，它有侧发光。我们的，所以它的这个灯条是装在哪里？它的灯条的话是在上方。哦，上面，就这里。这有个针点。哦，看到了。哎，这边也有，在内侧。这里。哦，装上之后才会亮。对对对。这个设计很精明。
我们这款是第一款有支援 addressable 的灯效，这是 addressable 灯效。那我们未来也会整合主机版的addressable 的一个讯号。对，这个是1103，这是301C。301有啊，它 C 是有什么不一样 ？C 的话就是支援主机版的 Type C 功能，加一个 Type C， 然后它有支援 RGB 的一个灯光。原来是蓝的吗？原本只是蓝的。那这是 A1 的，然后支援就是 IPX 的主机版，然后它有600瓦红牌的一个电源在内，自带的是吧？对，自带的，对。然后它还有一个 QI 的模组，无线充电，对。手机当中，手机不行。我在当，这是我的路。然后它一样是无螺丝扣件侧板。都用这种。这个东西呢？这个东西耐久度到底怎么样？这种搓久会不会这里就塌了？耐久度还行啦，用个2-3年没有问题。用我的保护是1年的。OK。这个箱子很漂亮，之前主要是还比较有创意吧。这里有一个无线充电，是，对。以前建筑师跟我说的，是。然后它还有一个 RGB 的底座 ，RGB 的角座是，也是可以接到板子上头部的吗？对 ，OK。12伏GRB 头部。它的灯珠来讲，这是307，307的话是303的一个。新的一个面板设计哦，然后它支援的就前面这个8×18，8×18的灯珠，就是编自己想要的形状。对，那它原本内建的是12个模式，12个是烛火，哦，这个是云彩，这个就是灯了，对，就是玩的就是灯了，对，这个跑马灯，很有意思，是吧？心跳，然后呢有没有软件在控制，是不是？对，这个软件叫做 Pro 的一个软件，是你们自己做自己写的吗？对，这个就是我们找设计师写的，然后像够了，没有了，我们找没有设计师会去写一个软硬整合的软件，好不好？那到了烛火的时候，哦，它其实它可以听到声音，它会去做摆动。这样，你还加了一个 sensor 在这里，是非常独特的。啊，如果你觉得灯光太亮，你可以把它关掉，关到最暗就是。OK。这个面板真的就是，如果你不开灯，看起来它就没有那个303那么高档，对不对？你不开灯，它就是个大塑料。对。所以你买这个就只能开灯，你不开灯就没有买。啊，没有。不喜欢亮太亮就买303就好了。这在那个京东上开卖了吗？哦，还没，这是电脑展出来的。Q 几？Q4还是Q3？应该是Q3。对。